杰克当然就姜常熟了。我不能当医生。台湾的剧组好像没有人这么做。有会消毒啊？怎么做？我就我都不要放木炭，要做烟，上面要铺个铁网。没有，我就是要看出来，然后再放几条香肠。那我们戏拍完了，这个镜头结束了，香肠也熟啦。香肠跟你讲哦，你这么做，到时候真的你会是施汉，施汉不要走，微微就喊香肠熟了。香肠好像有还有烟。施汉你怎么了？香肠还没好，然后就听到微微在狼旁边喊。你没事吧？干！等我们回医院再说。加那个猫砂泡水的味道吧，因为我家里是石头猫砂，石子猫砂。你在干嘛？没法拉屎。地板湿湿，我现在屁股后面都湿湿的，然后我就一直在闻是什么臭味，后来我就想很久，后来想到是我家那个猫砂，只是没有猫咪的那种阿摩尼亚味了。我跟他说，你要不闻这个湿湿的味道？他说，你要给我闻屁股。我不是这种人好不好？我是 lady 的小。多久？好，果然是救命男。乐生到底要救谁呢？选择不救。当然都要救啊，人那么多，肯定救的。如果是美三，杰克他就不救。杰克当然救他。那美三姐在。好，来，美三姐位在这。美三姐，美三姐要救我。好，那你位置。救你出来。你往你黑色的那边靠近一点，是。当然救你。对，你往他靠一点。杰克救我了，是我其实晕倒而已，是吧？当医生的人会分轻重。对了，我只是晕倒而已，炸弹没炸在我身上。对啊，干嘛那么计较？不用被骂了。我的上肢开放性骨折，直接骨折，是要做干细胞神经疗法。杜乐生两手上肢开放性骨折，救不了施恩，施恩自己来救。杜乐生，你赶快走。好，我走。直接走。就施恩没事。好，故事大逆转。